你唔啱，佢又鬧你唔啱。係。我唔啱，我又鬧佢唔啱。如藝術品的靈魂。彩色，彩色喎、啊，彩色，因為開心嘅。我覺得係彩色，愛情係有開心有唔開心，咩都有噶嘛。彩色其實係應該要好有色彩，要有好多唔同嘅高低起伏。紅色，灰色啊，灰色啊，灰色啊。遇到佢第一下已經 shocking 咁啊！高高啊，高咯、啊，靚女咯，男神游水好叻嘅，跟住又高啦，跟住喺所有人之中覺得佢好靚仔咁樣，好 effective 咯，好影響到人哋。摸住我塊面，跟住就講你真係好靚，又靚，多謝你。中華多變化。好似喺旺角度，即系行行下女人街嗰啲地方，就無端講，但唔記得咗點解會講嗰時。第一次講我愛你啊！第一次講我愛你情況應該喺觀塘啊！翻嚟記得嘅。手機啦。愛你。幸福之間。你覺得最差嘅地方係咩啊？佢好識照顧人。係啊，咁同埋好温柔咯。假噶。上心嗰陣，即係佢對你唔好，對你唔上心嗰時間。係啊，唔差啊，游水嗰陣。食嘢。認真做嘢嘅時候。任何時候咯，睇我。會唔會太肉麻？但係直到圓滑。係完美，唔係圓滑。雲上飛行。有第三者咯。有時可能真係衝得太狠嘅，唔係好識睇住自己身體。你講先啦。我嘅完美，成個細路仔咁啦，都違反咗成熟嗰個形象。脾氣差，好易燥底啊！佢就太長氣咯，我就脾氣差啦。前面的不凡，從畫到變化，形成風格，來時又再。引入出未来，然后你可与我自觉永远定格。娶我，娶我，娶我。想法如何达到？你唔啱，佢又闹你唔啱；我唔啱，我又闹佢唔啱。呢嘢咧，我讲咧，最紧要沟通，交往就万事兴。走走，再探测。